大家早晨，今日读嘅经系马可福音14:1-11。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只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特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将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可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用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叫加利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沉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读经完毕，以下有黄宇良传道为我们证道。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晨。跟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打个招呼一下。很感恩大家都能够一同回到神的家，来到去到敬拜神。今天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篇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经文。跟大家讲的时候，怎样去到分享这段经文呢？都当然预备了。还在想的时候，今早走入来教会，撞到个肢体，咁佢唔知点解，我都冇期待，好少发生呢啲嘢。佢就我有为你祈祷啊咁。咦？唔通佢偷听到我头先讲咩？咁我知道咧吓，即系喺当中咧，主自己嘅工作，愿主咧喺当中嚟到同大家嚟到说话。呢段系我自己对自己嚟讲好重要嘅经文。但是我相信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马可福音的14:1-11，如果你特别留意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觉马可是一个很有趣的铺排。在头两节的时候，你发觉他讲到当中有当时的宗教领袖、祭司长和文士，他都想法子做一样东西，就是要铲除耶稣。跟住在第三节的开始，他就插入了一个女人的事情。这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跟住在第十一节，他就再讲另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叫做犹大，我相信大家都很熟。他就去见祭司长，将耶稣卖了。你发觉呢，如果我将中间那部分拿走呢，其实整件事是很顺畅的，是吗？第一、第二节有一个计划，因为当时过节啊，恐怕百姓生乱，那怎样呢？我怎样才能够可以铲除耶稣呢？哎，对了，第十节就有一个人走来将耶稣卖，整个计划就圆满告成，其实很顺畅啊。但是你发现中间呢，马可去到插入了这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呢我们叫一个三文字式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呢都会有见到。其实最主要是凸显中间那部分那个重要的信息，同一时间在这个铺排里面
是要给大家看到这两组人很大的对比。有人不单止去拒绝主、出卖主，甚至想铲除主，但是同时亦都有人去选择爱主、跟随主，并且为主摆设筵席，还有其中一个女人尽她所能去到为主献上。有时我觉得呢都几反映今日我们这个世代。有些人说呢这个世代是一个 Antichrist 的世代，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不单止去拒绝、去藐视、去对付、去攻击我们今天所信的主耶稣，在一个反对基督的大环境底下，大家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会不会都选择去爱主、去跟随主、去到尽我们所能献过给主呢？这里呢的资料呢好有限啊，我们看这里呢我们看回三文治中间那个馅先。如果不是呢就变了得。好。这里呢是耶稣在伯大尼里面，是一个叫长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我们看看当中一些背景。其实呢这里的背景很简单，是吧，只是一个普通的晚饭。但是普通的晚饭，但其实又不是那么普通。大家留意一下，第一为什么不普通呢？马可去记载这个人的家里面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面。当时呢大麻风呢是一个近乎是绝症来的，是一个高度传染性 的疾病。所以当有人去到长大麻风的时候呢，他们不可以去到接近身边的人，还要呢在他的脚那里呢可能要挂个啷啷，咁所以咧，佢行嘅时候咧就会有声啊！啲人就发觉，咦，有个可能不洁嘅人喺当中嚟到出现，咁佢仲要讲啊，不洁净，不洁净，其实就要话俾人听，喂，快啲走啦，我行紧过嚟啦。所以咧，当有长大麻风嘅时候，根本都唔可以去到接触周围嘅人。咦，点解一个长大麻风嘅西门嘅家里会去到设宴啊，去到招呼耶稣嘅咧？啊，咁好多人咧，我哋都相信啊，呢一个咧应该系从佢个大麻风里边得洁净咗嘅一个人。当时系一个绝症啊，我哋睇圣经咧，好多时候耶稣基督喺当中嚟到叫大麻风嚟到得洁净。好多都相信咧，呢个可能系一个感恩嘅晚餐。呢个长大麻风嘅西门咧，在当中来到感谢主的医治，为主去到摆上筵席。这个资料有些有限，如果我们看一段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有一个类似的记载，原来当时除了主耶稣在这个筵席的当中，还有客人里面有他的门徒，这里也有特别提到犹大，是吧，有他的门徒，也有当时在伯大尼的一个家庭，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就是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拉撒路。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咦，会不会是拉撒路为耶稣摆设这个感恩的筵席呢？当我们将两个福音书拼埋去看的时候，你发觉原来都 很类似，好相似。嗱，有呢个普通嘅晚饭，我哋每晚都会做噶吓，但系其实都唔普通，唔单止系因为佢系一个已经传从大麻风当中痊愈嘅西门家里。第二，我哋中国人都可能明白，我哋会为咩人会摆设筵席咧？我哋
当去到为耶稣摆设筵席的时候，其实是代表对耶稣的接纳，对耶稣的亲爱，是代表关系。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今天呢，今天晚上呢，有肢体呢，请我去他家里面来到有晚饭。我都没有特别去到很踊跃地去到表达，不过我心里面很多谢，很感恩。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一餐，但是呢，他又会问我，你有什么不吃的？就最后呢，还要将一个餐单来到send过给我，确保呢食物是啱的。哇，好丰富啊！我感受好贴心啊，系嘛？对我系接纳同爱。为主摆上呢餐筵席，系接纳，系爱，系关系。我可能觉得同主一起在这个筵席里面的，或许除了犹大，他们都是一班跟随主、一班爱主、一班愿意亲近主的人。你去看四福音，你去看主的一生，你留意接待耶稣的人不多，但是就有很多人为着不同的原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曾经主有个这样的说话，你看下他所做的，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当主在地上面有他传道的工作的时候，哇，主真的做了很多事，很多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触他，得帮助，得医治，盲的见，跛的可以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的听见，死人复活，好多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有多少人得了恩典之后，得了医治之后，会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会感谢他的呢？甚至会跟随他的呢？好少。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医治了十个麻风病人，最后有多少个回去耶稣基督的面前感谢他？一个。这个还要是撒玛利亚人。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会怎么说呢？他说，洁净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很多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这个的 incident， 在这个事迹，回到神面前去感谢他的，得回 10%， 是吗？得回一个。记不记得五饼二鱼啊？哇，五饼二鱼这个真是神迹啊！喂饱了多少人啊？至少都5000啊，是不是？男丁都5000啊。五饼二鱼这个神迹之后，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跟耶稣啊？哇，真是多得不得了啊！涌过去找耶稣。但耶稣真的不是很客气，我们叫老实不客气，很老实地跟他们说，他说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你们涌到 去到耶稣基督那里，是因为吃饼得饱。但是耶稣有没有去到赶他们走呢？没有啊。耶稣呢，继续去到将生命的道跟他们分享。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因吃饼得饱是正常的，你们需要这个粮食，但是我就是生命的粮。当耶稣基督讲了很重要一个生命的道，去到叫他们来到接受他的时候，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所有人都走了。所有人都走了，剩下什么呢？剩下12个门徒。
耶稣就对那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哇，头先都有 10%， 现在我都不懂计。刚才说五饼二鱼喂饱了什么？五千几，现在剩下多少？十二。彼得是要跟耶稣说，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所以今天跟你，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在耶稣跟耶稣亲近的时候，主有没有为你预备？你会不会是那个 10% 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去到感恩，将荣耀归回给神呢？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要亲近祂，是什么原因？你是见到神迹？你是因为受了恩典可以吃饼得饱？还是今天你都好像彼得这样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今天是不是因为你的相信接受而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回去看这个筵席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筵席当中有一个女人忽然间拿了一瓶真拿大香膏，圣经里面形容是一个至贵的真拿大香膏，打破玉瓶，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哇，忽然间吃吃下饭，有一个女人忽然间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如果被你是其中一个客人，你会觉得怎样呢？很愕然，是吧？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惊讶的感受。我觉得很正常。这个惊讶的感受呢，我想耶稣基督可能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有没有遇到这个女人去到在他身上做这件事。不过从主的评价，从主的说话呢，你知道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为主，因为主说她在我身上所作的是一件美事。可能你会惊讶，但可能你都必须同意，或者甚至听完主在她身上的评价的时候，你会发觉她这个显出的行动是因为她爱主。她的行动显出她对耶稣的爱。什么是爱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甘心的付出和牺牲带出真正的爱。同不同意啊？其实这一种的爱都是我们的神向我们在当中来到这样来到显明的。神怎样向我们示爱啊？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是那个主动和牺牲的爱，这个女人也是主动在当中来到作一个这么惊吓的动作，这个动作是为了爱她的主。今天都让我们今天讲爱主，让我们带有行动的来到爱主。在这个女人身上，除了你见到她的行动之外，我见多三样东西。第一，你有没有觉得她很勇敢啊？爱得勇敢啊，我觉得是。很勇敢地去爱主，够胆。有些人都够胆啊。我记得我忽然间预备的时候，我想起我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我们叫他做骑师。
點解咧？佢著衫咧就個騎師咁啊！當年我中學嘅時候，講緊卅幾四廿年前，係嘛？佢著到長靴啊，咁咧就好型嘅，好型嘅男仔嚟嘅。咁咧忽然間佢有一次咧，攞住一扎99支嘅紅玫瑰，咁咧就向班裏邊一個女仔嚟到示愛啊！我啲更中嘅啲女仔啊姊妹，哇！俾你係咁，你會點啊？啊！唔識反應啊！全場嚇親啊！哇！但係俾佢示愛嗰個女仔咧，哇！無動於衷，無動於衷，因為咧呢個男仔咧。平時都有啲囂嘅，平時都真係話俾人聽，我有幾多錢，我幾有錢，你知唔知我屋企？99支紅玫瑰，啊，好突出嘅行動，係嘛？好驚訝嘅。但係呢個行動其實要俾人知道佢有幾浪漫，俾人知道佢有幾有錢，佢為咗要顯露自己。而勇敢，但系呢个女人咧，呢、这个女人都好惊讶，但系佢勇敢系要为主作一件美事，全是为主。今日你会向主点样示爱？有冇试过为主、为你所信嘅、为福音勇敢过？好惭愧啊！我由初信到成长嘅阶段，我都好鸡仔啊！我哋叫 chicken 啊，系咪？喺未信嘅朋友同埋家人嘅面前咧，我食饭总系唔系好敢祈祷。我心里边咧讲两句，擘大只眼准备爬饭，之仔讲两句就爬啊，祈咗肚啦。咁咧喺学校里边咧。我又不敢表示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呢讲了呢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又不会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所以更加不会讲什么主动同人传福音。有时呢我觉得即是看得警匪片多呢，有时呢我都觉得自己像一个 UC， 即是什么，即是卧底啊，卧底的基督徒，就是我是基督徒，不过我不要告诉别人，因为我是一个成功的卧底。知不知道成功的卧底应该怎样？打死都什么？打死都不表露身份。哇，我都真的是几成功的卧底基督徒。好惭愧。直到1995年，我有机会第一次落到去委内瑞拉去了一个短宣，当中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去到招呼，原来呢他们由他的细路仔 BB 的时候都已经落到去委内瑞拉一带，即是当时1995年到现在你说的30年当时比较贫瘠的城市，但是他就带着这么小的细路仔，中间他的第二啲嘅兒女都出世喺嗰度，跟住咧接觸呢對宣教士嘅時候，我發覺 why 點解你要落嚟咁貧瘠嘅地方？我就去個零兩個禮拜體驗啊。咁後來咧師母咧就即係好滄桑嘅，跟住佢俾我睇佢哋初初即係大家傾嘅偈，俾我睇佢初初師母同牧師結婚嗰啲相啊。哇！我忽然間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少年，即係唔識講嘢。跟住我同師母講：，哇！師母你好靚喎！我下一句先死，乜搞成咁啊？哇！我直情真係想揾窿捐，我仲記得當時嘅情況。哇！我當時嗰一刻。我真的不好意思，跟住我傾偈嗰晚，牧師同師母好好，
跟我們聊天，我問牧師，我說為什麼要做宣教士，我不會忘記他這樣說，他說愛眾有為什麼？因為愛咯，神愛我，所以我愛神，並且愛神所愛的人，所以可以放低舒適的北美生活，可以沒有想到兒女由 BB 成長的時候他們會面對什麼情況，甚至師母怎麼搞成這樣，放低他的青春。哇，他一句因為神愛我，所以我愛神，值得，值得，因為愛神。哇，這句說話如雷貫頂，這個心思在我裡面揮之不去。哇，我改變，我那個短宣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整個人我自己覺得不同了。怎樣不同呢？想想其實一樣那麼 chicken， 但是要突破咯，跳離開自己的舒適區，是吧？為著主的緣故，為著福音的緣故，為著 信仰的緣故，什麼改變？價值觀的改變啦，多一點愛神，少一點愛自己。並且怎樣去改變呢？去接受訓練咯，九五年之後打下去，就想想怎樣去到看多些聖經，怎樣去到背經，有什麼方法令到自己可以更加的去到追求。後來接受三福訓練，後來接受不知什麼訓練，希望能夠自己更好的在當中來到服侍。我很喜歡保羅這句說話，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我不以福音為恥，主都不會因為我們覺得羞恥。耶穌基督自己說，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哇，從此我這個臥底見光，臥底基督徒見光，今次又不轉回，以前打死都不表露身份，現在打死都要認主。除了勇敢之外，你发现有一件事，主这样说，主说这个女人呢，她是尽她所能，她是为了她安葬的事，将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为什么玛利亚会知道耶稣将要面临死亡呢？还要为了她安葬的事去到预备呢？其实耶稣基督在这一件事之前至少有两至三次曾经去到表示过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其实主讲过的，主在他们的当中，跟随他的人的当中里面曾经讲过他自己将要被杀。显然呢，瑪利亞聽了，不是今天我們說的水過鴨背，不是左耳入右耳出，而是好像很非常留心主所說的話。所以主的話不單止停留在他的腦，還停留在他的心。你記不記得曾經主耶穌基督去到在馬大瑪利亞家裡，在當中來到受招待的時候，馬大好很忙亂，是吗？瑪利亞就怎樣在耶穌的腳前
去到安心，去到听耶稣基督讲。主话啊，玛利亚选上最好嘅福分。玛利亚唔单止勇敢，佢甚至系用个心嚟到爱主，佢将主挂咗喺佢心上，所以佢预备。当机会来的时候，他来到作一个爱主的回应。有时呢，我们会很容易即是没心啊。今天有没有些弟兄有没有忘记 anniversary 啊？有没有忘记太太生日 通常都我都有这样的情况的。老婆唉，没心啊，不要说啊。跟住做嘅嘢都冇乜用噶啦，系咪啊？最基本嘅嘢，最基本嘅嘢，你都唔过喺心里边。跟住你往后做嘅嘢系乜嘢咧？你知唔知咧？主耶稣基督讲过佢要受苦，当讲完之后，门徒嘅反应系乜嘢？门徒嘅反应系争谁为大。当听到主要上耶路撒冷受害、被杀、受苦的时候，跟随主的门徒却是争究竟哪个是大哥，争谁为大。今天我们是不是将主只是放在脑里面，没有放在心？如果你是，所以你认识了主，但是你不爱他，你知道神的话，但是你不是很挂住主，你跟主的关系好像没有关系的一样。你想象一下，一个应该是爱的关系，但是缺乏了爱，会是什么的图画？一个爱的关系缺乏了爱，几可怕啊！一对夫妇，丈夫继续给家用，太太继续做家务，但是当中却不爱，当中没有感情，也不聊天，有多可怕。今天同样我们可以回教会，可以传福音，但是我们如果不爱神，我们和神的关系都可能落在一个可怕的图画。主耶稣基督去到形容这个女人，她说她是尽她所能，她所作的是尽她所能。她不单止勇敢的去爱，不单止用心的去爱，她还尽她所能去爱主。在第五节呢，她说这个香膏呢可以卖30多两银子即有些人呢可能一看那件东西就知道多贵有些女士说哇 LV 就知道是价值不菲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曾经有些我等等可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牌子，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所以不知道价钱不知道这个那几个人呢一看到这个真拿大香膏就知道可以卖30多两银子。30多两银子是当时大约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年薪来的，成年的人工今日喺多唔多一个普通嘅工人年薪几多啊？2万、3万、4万唔知啊！一年嘅人工，哇！真系圣经真系冇讲错噶，至贵嘅真拿大香膏啊！即系呢个真拿大香膏咧，唔单止昂贵，其实咧好珍贵，因为咧呢种嘅真拿大嘅这种的物料呢材料呢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所以昂贵咯，但也都时候珍贵。但对当时一个女人呢是很宝贵。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是等她出嫁的时候她会用来到为自己香来到装身的来到去用。哇，是当时一个的 女士非常宝贵的善事。但是玛利亚却是将自己最珍贵的将它用尽了在主身上。
佢点解要咁做呢？耶稣知道，唔系为咗自己，唔系为咗话俾人听去炫耀，而系为主所安葬去预备，系为咗主。你谂下，咦？如果为主安葬嘅预备，唔系应该等主死后去到做咩？你要留意一下，佢系积极嘅，系主动嘅，佢一揾到机会，尽佢所能咁样嚟到爱主。事实上咧，喺耶稣死后，有人做类似嘅嘢嘅。记唔记得有一个叫尼哥底母？佢先前夜里去见耶稣嗰、那个，喺约翰福音三章有记载。佢耶稣死咗之后，佢带着末药同埋沉香，约有几多啊？100斤啊！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嘅规矩，把耶稣嘅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咗。哇！100斤、啊，我谂啊，如果未死嗰个会砸死啊，系咪？即系谂下，使唔使咁多啊？边个靓啲咧？呢、这个女人一瓶嘅真拿达香膏，定系100斤嘅沉香抹药？有时咧，我哋中国人讲孝敬父母，系嘛？把握机会，点解？树木正义，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意思，其实后面那四个字，把握时机。究竟哪个图画美丽，是那一瓶的真拿达香膏，还是那100斤的沉香抹药？这个女人趁着机会，把握机会，去到了主动的爱主。今日主所睇嘅唔系量啊，主所睇嘅系质，所以圣经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嘅神。喺个献香膏嘅女人身上，我哋睇到乜嘢系爱主，系一个带出行动嘅爱。但系你要睇到呢个行动唔系 hea 做啊。他是有勇、有心、有力，把握机会，尽他所能地去爱主。本身是一个很漂亮的图画，是吧？但是你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呢？对周围的人来说的反应，是不是头上很欣赏的眼光，真的被人看到爱主，叫人羡慕，带人被人激励呢？你又不是，刚刚相反。你有些人见到这个女人所做的，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就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的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这个女人生气。我看这里的时候，有两句说话捉住我。第一，他们向这个女人生气。我睇好耐，即系我里头出现咗一句说话，关你咩事啫？系咪又唔系要你去到买呢个真拿大香膏献俾主？你嬲啲乜嘢啫？点解无端端要向呢个女人生气啫？合唔合理咧？系咪真系为咗当时嘅穷人呢？如果你睇约翰福音，你就会睇到。真正的动机不是因为挂住啲穷人，而是因为佢哋对金钱嘅贪心。可能是犹大喺当中嚟到耸动有几个人对呢个女人发出怨言，是因为佢哋对金钱嘅贪心。但是点解要向呢个女人生气呢？嬲佢啲乜呢？我都真系唔好明。我年轻嘅时候都有一句说话唔好明嘅，但香港好流行。憎人富贵咩？厌人穷啊！真系搞你唔掂喎！吓，真系满足唔到呢个人噶，系咪？人哋富贵你又憎，人哋穷你又厌，
唔係好明噶，其實呢度都唔係好明噶，點解要嬲佢啫？但係弟兄姊妹，原來呢個係事實，你唔需要明啊。當你去盡心盡意盡力去到愛你嘅神，你會有啲無理嘅逼迫嘅，唔知點解，唔好明，亦都係因為你唔能夠明。但是会发生的人会不喜悦的，人会生气的。但是重要的不是人怎么看，重要的是主喜悦。弟兄姊妹，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哇，跳不跳过到这种这样的心态啊？周围的人不开心的。第二句触动到我，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喂，如果你是耶稣，当你听到这句说话，你有什么感觉啊？我都几痛啊，是不是？即是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意思你知唔知道咧？个关键唔喺香膏嘅价值，个关键系主耶稣嘅价值，用喺主耶稣基督嘅身上值唔值？何用这样枉费香膏？意思就系比较嗰三十两银子，耶稣要比下去，喺耶稣基督身上花上金钱系浪费。有人呢为了一件心头好会一掷千金，但是你叫他为福音的缘故为教会去到奉献，浪费。人可以为一份工作、一个娱乐、一个游戏废枕忘餐，日以继夜，但是信耶稣真的同你，真系嘅人同你讲，唔好咁沉迷啊，系咪？唔好成日翻教会啊，浪费时间。有时咧，我曾经听人讲，系嘛，奉献冇问题，系嘛，侍奉都可以。啊，有啲父母，但系你唔好叫我仔去做传道，唔好去到做牧师。啊，当中我哋啲牧者有啲 hurt 啊。因为他前途无可限量，你不要听错，不要误会，问题不在于那个行动，奉献没问题，翻教会没问题，做传道都没问题，这个不是问题的所在，真正的问题是值不值得这样做。简单那句，不值得。我有一个呢 很难忘记 的图画。有一天大家知道 我是物理治疗师，一班物理治疗师围在一起就是聊聊天，有一个刚刚做妈妈，她说，哎呀，我都 不做了，因为我小孩出世，小孩出世我要做少一点，要 part time。 哇，跟着，哎，哇，真的是的，小孩出世要很多时间，是真的，这个是事实，很多时间要照顾。哇！忽然间咧，好伟大啊！知唔知个妈妈为咗个儿女放低工作，咁到倾偈嘅时候，我就分享啦。我蒙召啦嘛，我蒙召咁，我话哎呀，我都唔做啦，啊，即系我要做传道人啦，啊，去读神学啊。点知个反应系咩？使唔使啊？其实是问值不值啊？何用这样枉费？点知犹大眼中耶稣值几多少？在马太福音，犹大用几多少买主啊？三十块钱，三十块钱，
是等于大约四个月的人工，三十舍客勒银子，是当时大约一个奴隶的价钱。犹大跟随了主耶稣三年多，看到的是他所行的神迹，他的爱。最后在他心里面，耶稣连一个奴隶的价值都不如，他就用三十块钱卖了主。犹大爱钱，耶稣不如一个奴隶，他用三十块钱卖了主。今天我们看这个献香膏的女人，那个女人爱主，她最珍贵的那个真拿大香膏，但是跟主一比，主紧要很多。她愿意尽她所能为主献上。弟兄姊妹，今天你爱些什么？你的父母，你的太太，你的儿女，你的金钱，你的电话，你的社交平台，有多少人 like 你？今天你爱些什么？有什么重要过主？主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倘若神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会怎样回应？最后，时间关系，我这句圣经想了很久，在我自己看圣经的时间，主耶稣基督，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类人所作，以为纪念。真的呢，你找完整本圣经，主没有特别提到哪件事，只是这件事，主说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特别讲述这个女人所作。我想着为什么，就是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一个伴随着福音信息的故事。福音我知道是什么，是我们说 good news 是一个 好消息。有多人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讲到，我们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今天我们跟人去到全方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一件事，信耶稣就怎样，信耶稣就得永生。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福音的核心，就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我觉得是神的智慧要我们去述说这个女人所作的，伴随着今天我们传福音，透过这个女人的榜样，叫我们今天得着福音的人都成为一个爱主、跟随主的门徒。所以今天信耶稣得永生，其实同一时间是叫我们得永生去到爱耶稣。试想一个信耶稣得永生的人，但他不爱主，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图画？当时呢，有宗教的领袖，有大祭司和文士，他们爱名爱权，所以为着自己的名声要去铲除主耶稣。在十二门徒里面有一个叫犹大，本应跟主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他爱钱，所以将耶稣成为得钱的工具，用了三十块钱去买了钱，买了主。我们见
里面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让这个女人的事来到成为我们的激励，在当中让我们真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到爱主我们的神。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多谢你听我们祷告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弟兄姊妹一同起立，我们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家。